几年以前，我有一次给某个系统的工作人员讲量子信息原理与技术。当我讲到量子密码术绝对不可破译的时候啊，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很高兴，没想到呢，他们纷纷来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想监控某些情报，而对方用了量子密码，我们该怎么办？啊，我感到非常的意外，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啊！我读过量子信息的一些经典教材，但上面并没有讲这个。后来我咨询了一些量子通信的一线研究者，例如我的科大同事张强教授，对此啊才有一些概念。基本的框架呢其实很简单，既然数学方法是不可能破译量子密码的，那么唯一的途径当然就是物理方法，用各种手段入侵量子通信设备。有些人啊在这里就出来和稀泥，你看量子密码也可能被破解嘛，可见它跟传统密码并没有本质区别嘛。还有人说啊，传统密码有种种好处，例如成熟、廉价、快速、易于组网等等，因此啊，量子密码还不如传统密码呢，甚至是根本没有用处。那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观点呢？其实啊，这是一种典型的把水搅浑、偷换概念。我们在对传统密码讨论中主要考虑数学破解，是因为用数学就有可能破解他们，而不是只有用数学才能破解他们。请问用物理手段能不能破解传统密码？当然可以了，否则你认为各国的情报部门是干什么的？因此啊，量子密码术和传统密码术的对比并不是前者的威胁只来自物理，后者的威胁只来自数学。实际的对比啊，应该是量子密码术面临的威胁只来自物理，而传统密码术面临的威胁来自数学加物理。你本来可能被数学攻破，也可能被物理攻破，现在我把数学的威胁关闭了，只剩下物理的威胁，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吗？我们还可以做个比喻，围棋选手甲跟人分先下的胜率是 90%， 围棋选手乙跟人分先下必定能赢，所以啊，他现在都不下分先棋了，只下让子棋，下让子棋的胜率是 60%， 请问你觉得哪个人水平更高啊？答案显示乙。如果有人因为甲字面上的胜率更高而选了甲，那他的脑子啊确实已经成了一锅浆糊了。棋手甲就好比传统密码术，棋手乙就好比量子密码术，分先棋好比数学攻击，让子棋好比数学加物理的攻击。我们平时不关心甲下让子棋的表现，不是因为他下让子棋比乙厉害，而是因为他连分先都不一定能赢，哪里还轮到考虑让子呢？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比喻，让子棋好歹还是在按照规则下棋，而物理攻击呢更像作弊，比如说在棋盘上钻个洞，或者把棋盘倾斜过来，甚至拿棋盘砸人脑袋。这最后一句不是随便说说的哦。西汉的时候，汉景帝刘启做太子的时候呢，跟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下棋，两个人争执起来，刘启就拿棋盘砸刘贤，把刘贤给打死了。这件事儿成了七国之乱的一个诱因。你看，棋盘就像诗神中的折凳一样，也是一种了不得的武器啊。这样看起来，你就更能理解棋手乙的厉害之处了。面对种种匪夷所思的作弊手段，他竟然还是经常能赢啊。当然了，比喻只是个比喻，我们需要强调一点，这里说的赢是指保住了秘密没有泄露，并不是一定要把信息发出去。敌人可以破坏你的器件，或者不停的干扰让你无法通信，但是只要没有偷到信息都算他输。还有啊，我们讨论的是窃密而不是抢劫。用《水浒传》来做比喻，我们允许的是像古上早时迁那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信息偷走，而不是像黑旋风李逵那样抡起两把板斧杀上门去。也就是说啊，物理攻击如果被通信者发现，那就算这个攻击者输了。这些是很合理的条件。哎，我都允许你作弊了，好比我允许拿着火箭筒，我却只有把小手枪，
如果你简简单单把我轰杀，就算你赢，那这游戏还有什么意义呢？也就是说啊，作弊也要按照基本法呀。在以上这些框架下，我们可以来介绍量子密码术的攻防状况了。那袁老师，量子密码术是不是数学攻击免疫，但是很容易被物理攻击影响呢？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好像只能谨慎一点，多看看监控了。非常惊人的是，答案居然是否。量子密码术现在的研究前沿，就是在假定敌人成功的进行了若干种物理攻击的前提下，我仍然能够保证信息不泄露。例如，我可以把我的测量仪器都交给你，随你们去捣鬼，但我仍然有办法发现你在捣鬼，因此及时的终止生成蜜月，信息也就不会泄露。这个叫做测量仪器无关的量子蜜月分发 MDIQKD， 它是 Measurement Device Independent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的缩写。在这个领域里，中国也是走在世界前列。想想看，这是多么令人吃惊的技术啊，简直就好像《倚天屠龙记》里边空剑神僧的金刚不坏体神功。但是居然还没完，研究者们还在发展仪器无关的量子蜜月分发 DIQKD， 它是 Device Independent Quantum Key Distribution 的缩写，跟前面那个 MDIQKD 相比呢，少了一个 M， 测量。这就更不可思议了，我的所有仪器都交给你捣鬼，我居然都不怕，这简直是逆天啊。目前的发展状况是 MDIQKD 的实验呢已经成功了，下一步是提高成码率的问题， DIQKD 还没有完整的实验验证，因为难度非常大，而且呢学术界普遍认为啊它的实用价值不高。好比啊，我还是拿着把小手枪，对方呢却连火箭筒都不满足了，拿着个原子弹就过来了，这也太夸张了吧。虽然我允许你作弊，但是作弊也要按照基本法呀。讲这些是为了让大家明白量子密码术的研究者是在考虑什么范畴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对于传统密码设备如何抵御物理攻击有这样的研究吗？没有。因为量子密码对物理攻击的抵抗能力啊，是由物理原理做指导向上提升的，而传统密码呢没有物理原理的指导，不知道该向哪里努力。上面讲的 MDIQKD 和 DIQKD 并不是这个领域里面全部的重要成果，至少还有一个重要成果值得介绍，就是激光光源的铀片态协议 Decoy State Protocol， 这是用来对抗光子束分离攻击的 Photon Number Splitting Attack。 中国理论物理学家王向斌、马雄峰以及实验物理学家潘建伟等人啊，对于铀片态协议有重要贡献。在这里啊，我们不能详细解释铀片态协议，只能告诉大家这是一个非常有智力含量的成果。想了解更多的读者呢，可以去看我的文章，你完全可以理解量子信息。这用游戏的语言总结一下，量子密码的数学抗性是100%，物理抗性还没有达到100%，但也已经相当高了，简直就可以叫做魔武双修嘛。无论是数学抗性还是物理抗性，量子密码也都高于传统密码呀。啊，了解了以上的框架，我们就可以理解金先敏研究组这篇 archive 文稿的工作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物理攻击方法，叫做注入锁定 injection locking。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两个振子如果耦合在一起，而且呢最初的频率相差不远，那么它们的频率啊就会逐渐变得相同。这个现象啊，最初是荷兰物理学家摆钟的发明者、光学的创始人之一惠更斯发现的。他注意到挂在同一块板上的两个摆会逐渐变得同步。Did you know that pendulum clocks hanging from the same wall swing in sync over time? Well, in 1665, Christian Huygens, the Dutch physicist who invented the pendulum clock, noticed the phenomenon. And no matter how the pendulums were started, they always synchronized with each other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金先敏研究组提出啊，用一束激光注入到量子蜜月分发的光源当中，试探它在什么时候发生了注入锁定，就可以知道光源在发送什么状态的光子，最终就可以窃密了。金贤敏等人搭建了一个圆形的量子蜜月分发体系，然后用注入锁定的方法
以 60.0% 的成功率投到了蜜月。在这个层面上啊，这个研究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媒体胡乱发挥，把这件事儿描述成量子通信立了个不可破解的 flag， 然后被打脸，这就大错特错了啊。第一，量子密码的不可破解说的是不可能被数学手段破解，而不是不可能被任何手段破解。第二，金贤民等人的目的就是把量子密码的物理抗性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声明啊，标题就说得很清楚嘛，攻击是为了让量子密码更加安全。这些炒作的媒体啊，完全误解了金贤民等人的基本出发点。第三，金贤民等人攻击的是圆形的没有防护的量子蜜月分发光路，不是在使用中的设备。他们在文章当中就指出了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防御手段，就是光隔离器。哎，我们来解释一下啊，隔离器的作用呢，就是让光只能从一个方向通过，从反方向通过的光呢，会受到极大的衰减。为了抑制反射光对光路干扰啊，隔离器是一种常用的器件。正向光与反向光的功率之商的常用对数乘以10，就是隔离的分贝数。例如10分贝的隔离就意味着反向光的功率是正向光的1/10。金贤民等人在没有加隔离的情况下呢，测得攻击的成功率是 60.0%， 然后加了1分贝和3分贝的隔离，测得攻击成功率下降到了 44.0% 和 36.1%。但实际上呢，现有的商用量子通信设备当中的隔离度啊，一般是100分贝。这意味着啊，反向光的功率是正向光的1/100,000,000,000。用注入锁定来破解这样的系统呢，激光功率需要达到1000瓦。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参观过生产激光器的企业，他们现场表演了激光切割金属、制作名牌、书画等等，他们用的激光就是1000瓦的量级。也就是说啊，这么高功率的注入激光已经相当于激光武器了。你会看到设备被切割开，整个系统都被毁掉，但这并不是窃密嘛。我们在前面说过啊，我们讨论的是窃密，不是抢劫。如果看到有这么强的激光在照射你的仪器，你都茫然不觉，这心得大到什么程度啊？还是那句话，作弊也要按照基本法啊。因此金贤民等人这篇文稿只是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对现有的量子密码系统并没有构成现实威胁，相当于证明了如果你家没装防盗门，我就很容易破门而入。这话很正确啊，但是你家已经装了防盗门。有些人急吼吼的质问啊，几乎干线的设备是不是要更换啊？增加成本谁来出啊？责任谁来负啊？这都是没搞清楚基本状况。还有一些人借此机会又在鼓吹量子密码无用论，相信大家已经明白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了。再来想一想，如果你是美国的决策者，看到中国发展了量子密码，让自己的数学破解能力无用武之地，你会怎么做呢？你会不会派人去散布舆论说量子密码没有用处，忽悠中国自己把量子密码体系废掉呢？这次事件在科学界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共识，纯粹是一场媒体知识水平低下还要博眼球炒作出来的闹剧。这次炒作的始作俑者 MIT 技术评论和深科技啊，是国内外相当著名的科技媒体，我以前也看过他们的不少好文章啊，这次呢却表现得如此糟糕，为了搞个大新闻去乱扯自己不懂的东西，实在是令人深感遗憾。希望这两家媒体以及所有的有类似毛病的媒体都从中吸取教训，好好提升编辑的专业水平。毕竟啊，科技报道不是明星八卦，还是要以实事求是作为基本价值的。还有一点啊，是想对我的一些读者说的，他们对科技新闻充满兴趣，但是呢拿了太多巨细无遗的问题来问我，一会儿问一句这篇文章这句话对不对啊，一会儿问一句那篇文章的那句话对不对啊，甚至是这个读者评论对不对啊，唉，几乎是把整篇文章连带读者评论都复制一遍来问我了。有热情当然很好，但我实在顾不上回答这么多问题。更加重要的是，读者朋友们应该想清楚，这不是高效率的学习方法，
请不要问我那么多细节问题，因为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错误的道路却有无限条。再贴心的 FAQ 也不可能回答完所有的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啊。真正高效的学习方法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想对一个领域达到深入了解，就请去拿起教科书从头研读。你的目标应该和你的努力相匹配，不要指望通过问人能获得细节级别的了解，那样只能把别人累死，你也不可能真正搞懂。说到底啊，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你对科学的爱好是建立在你自己能理解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听某个权威的基础上。那如果这个权威不在了，难道你就不懂科学了吗？自己努力的去学习科学、理解科学，就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品质。我希望把这句话送给媒体的编辑，送给热心的读者，送给我们大家。